真实的包青天与现实差距有多大呢？这个视频肯定会颠覆你对青天大老爷的认知。今天告诉你历史上真实的包青天。其实真实的包青天呢，五官端正，眉清目秀，并不是包黑炭，并且他身边并没有展护卫。玉猫展昭是古典小说《三侠五义》里面的人物，实际上并不存在。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也都是虚构的。府衙里没有狗头铡，历史上也没有龙头铡，没有虎头铡。宋朝执行死刑基本上还是用大刀砍刀啊，铡刀是元朝为了铡草料才发明的。当然历史上的包青天也没有审判过负心汉陈世美，更没有破过狸猫换太子奇案。总而言之啊，历史上真实的包拯跟大多数人的印象相去甚远，他只是一个长得眉目清秀、锻炼能力比普通人强的开封市长。他也有七情六欲，也有人性的弱点，他的完美形象其实都是后人想象出来的，因为人们都希望有这么一个铁面无私的大清官为民做主罢了。